前有没有谈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留给大家吗？没有，除里外谈一遍，然后这个云上台上谈一遍。要把它录下来吗？我先录上，我录过来，录下来。现在录啊 ？OK OK。要录下来吗？录吧。在这儿。简单的哈，然后教材八十页，除你以外，好，教材八十页，除你以外，一二三，除你以外。看到的时候，他会不一样。他 A 七是一声，他没有用上手指，三五六，他跟不一样。他弹这个，他弹这个转会。我上面跟你们说的是三五六什么这个，他就弹这个，所以有各种方法弹，但这个音还是转的位了，还是比较顺手，因为他这个最低音都在升哆里面，在转成低的时候还是很顺的。这叫我说什么？教材八十一页，云上太阳，一二三四，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低矮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就会发现。回去练习好吗？你可以看着这个视频，然后跟着练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为了时间关系，我们要回到这个乐理自学指南。乐理自学指南的四十七页开始啊，到四十六页为止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有没有自己做啊？到四十六页，乐理自学指南，除了已学过的大调音节之外，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音节。其中之一就是半音音节，半音音节形成很简单，全部都是半音音级。我为了演奏半音音节，每一个黑键和白键是连续演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的。中间，它其实就是半音半音这样上去而已。哦，这
个规律，就是说，像我们练习手指的话，常常都会要练习。然后它46页最下面，从 G 上行到 B 再返回来的部分半音音节中，加上适当的升号和降号，你要自己做。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从47页开始，要讲完54页哦。哦，47页，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叫做音程，这个上次讲过。计算音程的级数。我要把门关起来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小孩在外面玩一下。音程哈，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叫做音程，计算音程的级数是数出两个音之间包含的音名总数。其实这个上次我们都教过了，像在47页的中间，这个 E 到 A 是4度，对不对？它是怎么看的？就是 A B C D E F G 的嘛 ，E 到 A， E 到 A 是4度 ，B 到 F 是5度，1、2、3、4。到 A 是4度，对不对 ？F 到 G 是2度 ，C 到 E 是3度 ，G 到 E 是6度。这个上次我们都讲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识别下列音程，像第一个47页下面第一题，你们会说这是什么？它是 B 到 E， 对不对？所以是个4度，对不对？47页最下面的倒数第二行第一个小节是4度，对不对？如果说47页最下面最后一行第一个嘞，它是 A 到什么？4度。A 到 E 对不对？是几度？5度。对。有没有问题？你可以自己做。47页最下面的第二小节，考一考大家是什么？低音谱记号。第几个？第二小节，47页最下面。哦，6度。第二小节。6度。是 B 到什么 ？G。6度，对不对？这都很简单，你可以自己做。48页。旋律中出现的音程是单音的时候，称之为旋律音程。同时弹两个音的音程的时候，称之为和声音程。同时弹两个音，所以呢，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弹奏的，像你这个教材的有一首歌，比如说是103页，主在圣殿中，这个就是和声音程啊。教材的103页，主在圣殿中。所有都是。是不是？像这个弹奏法，103页，这就是一个四部和声音程啊。唱主音的，唱歌的人呢，他唱主音的，就唱高音谱记号上面不是有两个音吗？上面那个通常不是四部诗班里面就有女高跟女低，它是在高音谱记号的那两个的话，上面那个是女高，下面是女低。低音谱记号也有两个音，低音谱记号啊 ，OK， 低音谱记号的两个音，上面那个是男高，下面那个是男低。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如果是四部诗班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最好操练，所以它听起来就是你还是听得见主音。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
高音谱记号的上面的那个音，这个是主音，就是五高。所以四部诗班通常就是会把这四个音都唱出来，这就是一种和声音程，和声音程。所以回到这个这个乐理自学指南48页，这个地方还有讲到其余的部分，还有讲到使用和声音程，还有就是两个音程的同度八度音。这个同度的话，像 F 到 F 同度 ，C 到 C，D， 这个哈就是左手我们的弹奏方法，不是吗？左手就是在弹八度，同一个音，但是不同的音高的两个音称之为八度。哦，大家可以这种写法，分开来写法，也可以一起的弹奏。哦，所以呢，在48页下面，像第一题三度，它给了你第一个音是咪，对不对？它的三度应该是什么？他要你填上去 G 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和声音程，你要写和声音程啊，和声音程，所以他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是不是应该是这个？48页下面倒数第二行第一小节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题。听懂，到了。啊，第二题是度嘞。OK。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，这第二题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五度。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？最后一行48页最底下第一题八度，第一题的八度答案会是什么？第四间，它是低音谱记号哦，别忘了那个音是什么音？A 是不是？A 它的八度是什么？如果是低音谱记号的话，答案应该是 A 到 A。A 到 A， 所以它应该是八度。它的八度应该是在哪里？在上面。对，答案就在这里。第五线上，对不对？48页最下面的一行的第一小节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问题？如果你不知道答案，我现在写在黑板上给你。哦，你可以自己回去做。哦，你可以自己回去做。48页最下面的第一小节，其他的你就自己做吧，我就不帮你做了。我们到49页来，49页来讲到大三度和小三度，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这大师兄都跟你们讲过，大三度包含四个半音音级，小三度包含三个半音音级，这基本上我们都讲完了，这基本上你就可以利用这边来考自己了。49页的中间指出下列音程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，像第一题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？雷到发，第一题是什么？小三度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三个半音。那第二题，也是小三度。49页的中间第三题。半音是大三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？这又粤语啊。49页倒数第二行，在下列每个音上面写出大三度。第一题是低音谱记号第一个音，它的大三度是什么？
四个半音，大三度，答案应该是什么？答案应该是，它第一个音是这个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答案是这个吧？第五十页，对不起，第四十九页，第四十九页的倒数第二行第一个小节，大三度，大三度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考考大家，四十九页最后一行第一小节是什么？高音谱记号，那个很简单，小三度。答案应该是什么？也是 G， 对不对？四十九页最后一行的第一小节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做。你只要掌握住大三度是四个半音，小三度是三个半音，基本上你的答案全部都可以写出来，就是把高音谱记号、低音谱记号搞清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问题？第五十页，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，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，和弦是乐音的结合体，三和弦是由三个音构成的和弦，大三和弦是由一个大三度加上一个小三度构成的，所以这个我们都讲过了，哦，大三和弦由一个大三度再加上小三度就变成大三和弦，那小三和弦呢，就是一个小三度再加上一个大三度，这今天早上就是讲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这个就应付考试啦，期中考可能会有一些这些东西，你可能是需要知道，但你不需要背。期中考好像是 open book 的，但是你没有时间 open book， 因为你也又只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考试，所以你还是要懂这些。你要是懂的话，你考试的时候就比较快。好，我们可以大家考一考五十页下面第一题。高音谱记号的五十页倒数第二行，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构成的小三和弦，第一题小三和弦第一个音是什么？ D， 那它的小三和弦是什么呢？如果它第一个音是 D 的话，它的小三和弦呢？ D F A，其实就是一个 D minor， 对不对？小三和弦 D minor， 如果说是第二题呢？第二题的小三和弦呢？其实就是一个 E minor， 不是吗？咪嗦西。其实基本上今天早上这大师兄讲的答案都在这里啊。如果是第五十页最下面一行，按着下列标记的要求构成大三和弦或是小三和弦，基大三和弦，基大三和弦长什么样子？如果是低音谱记号的第一题，基大三和弦。大三和弦，基大三和弦是什么？是不是就这个黑板上这个？这跟这一样啊？
跟着一样。G 大三和弦。五十页的最下面一行，第二小节跟第三小节，一个是 A 小，一个是 A 大。A 小跟 A 大的不同在哪里？升 C。对，一个是升 C， 一个是没有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啊。五十页最下面那一行，我需不需要全部都走了？因为后面的话，你们都要后面一直到五十四页，这些是我们都讲过的，但是你们要自己做，是不是？全部都讲过的。有听今天这堂课的人，回去一定很快就做完了。没有听到今天这堂课的人，可能就会有一点困难。其实没有上过这些课的话，你自己做这个乐理自学还是会有困扰，是不是？但你听过今天讲的话，你大概就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下五十页最下面那一行，最下面那一行的第四个呢 ，B 小嘞。B 小是什么 ？B 小。是不是答案是这个？五十页最下面的第四小节，是不是答案跟我这黑板上应该要一样？看你的答案是不是跟我一样？你不说那个升号降号，如果在谱上应该写左边，是吧？好像是哈、哦。我对对对，在这边怎么写的？哎，我之前是写的右边还是写的左边？我大概自己都糊涂了，应该写左边，好像是应该写左边，对。可能是我们把它写到右边去的，不对，糊涂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对吗？五十页最下面的第四小节 ，B 小。你看，它是一个低音谱记号。C 大嘞 ？C 大嘞 ？C 大就是一个 C 和弦，对不对？C 大就是一个 C 大三和弦 ，D 小嘞 ，D 小就是个 D minor，E 大呢 ，E 小，有没有人不知道我在讲哪里的？第五十页最下面那一行，都知道嘛哈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在琴上面一弹，你就晓得了，对不对？一大，一小的话就中间那一个降下来，就变成 E minor， 一小，有没有问题呀？这些就是非常好的操练哈，非常好的操练。好，到五十一页，五十一页的话就是增三和弦跟减三和弦，增跟减。刚才我们那个大师兄也讲过了，增跟减，怎么样构成增，怎么样构成减呢？哦，增的话，它也要配合那个教材，刚才他有讲，那个教材在。第四十八页，对不对？教材的第教材五十一页，教材的五十一页，
所以这个乐理自学指南的51页配合教材的51页，上面都有讲啊，增三和弦跟减三和弦，增三和弦就是小三度加上小三度，啊，减三和弦，增三和弦是大三度加上大三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像51页的中间，如果说是第一题，在下列指定音上构成增三和弦，第一题，那它的增三和弦是什么？这个如果之前你没有听过，这51页你很难做。但是你听过我们讲解之后，这51页配合教材的51页，那你就很容易做了，是不是？教材的51页跟乐理自学指南的51页，两边配合起来，你就应该很容易做了。所以像第一题51页的中间，第一题高音谱记号，列指出音上构成的增三和弦。51页的小三度加大三度加上大三度，大三度我们再考一个好了。51页的第二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有没有人知道答案是哪一个？大三度加上大三度，这比较难一点。最后一个，看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51页第二行最后一个，有没有人答案跟我不一样？回去尽量去做这些哦，尽量做这些。你说这个对于我弹有没有什么作用？对于弹可能没有马上的作用，但是复习这些呢，会帮助你，会帮助你比较快速的去记住一些东西，哦，比较快速去记住一些东西。这些其实如果光是这么讲是很闷，之前他没有听他解释，你就很难去懂怎么去推理。但是一旦他解释过了，然后他在教材的51页上面也有特别的解释，然后你再去做就会容易很多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问题的？你那个就是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哈，你是省略了
第三音吗？五十一页的第二行的最后一个，五十一页最后一行是吧？不是，哦，五十一页的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是吧？没有，从上面数下来的第二行。哦，真三和弦，最后一个，嗯，那明白了，是五个是不是？我做成是最后一行，最后一个。哦，那个是低音谱记号的。是的，嗯，那还没做。我们可以往下走，我们先看看看下列指定的每个音上面构成的减三和弦，构成的增三和弦跟减三和弦。好，我们干脆就直接做五十一页最下面那一行吧。五十一页最下面那一行，低音谱记号是比较有点挑战。低音谱记号第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有没有人要上来做的？低音谱记号七增，第一个是七增啊。鸡的增三和弦，鸡的增三和弦，所以应该是大三度再加上大三度，鸡的增三和弦。GBD GBD F 声，不是 GB， 然后低声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不那么低吧 ？GB 低声啊，低声低声，对对不对？对。G B A， 这个是答案呐。GB 低声啊。为什么应该有四个音，只画三个音吗？真的，增三和弦，它的这个理论是只有三个。你看它的五十一页教材，五十一页上面，如果是属七才有四个，属七跟大七才有四个。三和弦只有三个，但是在增减上面有不同，对不对？增三和弦就增加一个，就是原来的七最后一个增加一个，所以七增的话就是七，然后是低，然后低声，对对对对，所以答案应该是跟这个黑板上的一样，是不是？五十一页最下面的第一个，五十一页最下面第二个 A 减 ，A 减啊。
B flat 真。B flat 真呢？先把 B flat 的原来的搞定。下面的第三个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搞一个比较难一点的，五十一页最下面倒数第三个，升西解，升西解，升西解。混乱了，但是其实增减，你就先把它的正位先搞定，先知道它的正位，然后在它的中间跟，就是说第二个跟第三个音上面增跟减，是不是？五十二页复习三和弦，你们可以自己做哦。识别下列的三和弦，像第一题，第一行第一题是什么？很简单。首席约第一题第一行第一题是什么？那最简单的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它是一个什么和弦？ G 和弦。第一行的倒数第二个嘞？倒数第二个。第一行倒数第二个嘞？西增，对。第二行第二个嘞，第二行第二个，一和弦，对不对？倒数第二个呢？五十二页第二行倒数第二个。G 小 M 对不对 ？G minor， G 小三和弦。五十二页第二行倒数第三个嘞。十二页第二行的倒数第三个，记简三和弦，记得简三和弦，不是记的，倒数第几个？
F sharp。F sharp 的减三和弦，对不对？好多人不讲话，我不知道到底大家是知道还是不知道。当时第几个？啊？当时第几个？是52页第二行的倒数第三个。52页第二行倒数第三个。接下来这些你们要自己做了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肯定会有很多问题，这是很多homework了。哎，今天讲了好多呀。这是减三和弦是吧？对，减三和弦，你要花一点时间消化这些啊。52、53、54，这些都是要花时间消化。53页是它的三和弦转位。所以你到目前为止，大三和弦、小三和弦，哦，然后所有的增减，所有的七和弦、属七，全部都可以转位的，全部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人家上完这课说晕了，然后说啊，还有这么多，真的头都晕了根本。但是如果说你说前面如果没有逼你，把每一个调子都搞清楚，你说你怎么往后走，对不对？每一个调子的位置，每一个调的它的这个音节，哦，它在琴上面的是什么位置，如果这些都没有搞清楚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往下走，是不是？所以同学们，你应该非常引以为傲，因为你今天能够还听到这一堂课，你已经 ahead 了很多很多人，已经超前很多很多人了。如果到今天这堂课你已经听得懂大半部分的话，很多人都到不了这个层面，哦，这个已经是 intermediate level 的东西，哦，好，然后呢54页的转位测验，转位测验这些都是你要自己回去做，每一个的转位测验，它的第一转位、第二转位，它的根音，哦，像它的这个53页，它只是把C大调的三和弦根音第一转位、第二转位告诉你，然后它53页下面它就要求你这些和弦的转位，C大调的还容易写，哦，像D大调的、E大调的，最53页最下面那一行C增的转位、G减的转位，这三个是最难的。是不是西征的第一根音位置，然后它的第一转位、第二转位，你如果在琴上面一弹，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，但是如果你琴上面没有弹，你就根本无法写。53页的最后一行，53页下面最后一行，可是你在琴上面一弹，你就知道它的转位是什么。有没有人不知道答案的？考一考大家，53页最下面第二个G减，他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你考考大家，G减，G降 A。哎，降低，但中间那个不对哦。中间那个是降什么？降 B。哎，降 B。升 A。所以是 G。它的正位是 G。C B D， 对。那它的第一转位呢？第一转位是 B D G， 对，就是 B 降 ，B
低降。G， 这是第一转位。那第二转位呢？低降。G。既减的转位，哎，既减的三个转位，对，它的答案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这两个写下来。三个转位。我觉得写起来容易，弹起来要找。弹起来难啊、嗯！弹起来你只要把它正位先搞清楚，那以后弹一个音还要想半天。正位搞清楚比数学还难，是吗？所以通常为什么我一直我不喜欢一上来就直接讲它的转位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对学生会 confuse， 我一定是把它的正位搞清楚了，然后一转就很快。那如果正位都搞不清楚的话，你这光只知道转位，那你真的乱套，是不是啊？这是53页，54页的转位测验，哇，这个可难了。三和弦的转位 ，T 大转位 ，C 小转位 ，D flat 大转位，这些就是乐理呀、啊。OK， 但是你现在明白前面，你这个54页对你来说，可能是有一点烦，但是你做得下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明白了增减的意思，要让你做这个应该可以做得下来，不是做不下来，是不是？就烦。现在主要就是在纸上，我觉得慢慢推理都能做起来。对，到键上就不行。所以我现在我不讲了，我已经讲完了54页，剩下的15分钟还得让你自己弹，可以吗？师兄回来了，因为你自学刚刚讲完到54页。54页 ，OK 哈。对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讲，要让他们还是要多弹。还是回到弹的上面。对，弹的话就是今天的功课，除你以外云上太阳，剩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得弹。还除你以外会云上太阳。对，还有就是拜耳，拜耳的 B6， 上礼拜是 B6， 对不对？我还没写完哦，你现在照是旧的、哦、对，拜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练了、啊，拜耳有没有人练呐、啊？没有。拜耳今天是 B7 啊！哇塞，我这留功课你们得练啊，不练不行啊，要不然白留了。教材，你是我的阳光，你是什么那个25、26，今天要到哪里？27到28、29，
黑妈妈偏白色的问题，没照好。你爸爸我没照好。我照不出来，我没照好。快了，那连手会弹了。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学完这些都能看懂。对啦，那能看懂了，都可以看懂。发现这些都基本都看懂的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来过来。对，今天你已经和弦基本上已经知道所有的该弹的和弦都知道，没有什么和弦没不知道，除了什么十一和弦啊、九和弦那些见不到的以外。之前不是讲单音跟音吗？一个音的嘛。你现在可以开始试试看，适合的话就双手八度。别人除了以外，低，除了这是低手指，这八度，两个低跟低。以外，然后 B 你可以单音 ，B M 的时候可以单音 ，D 的时候可以双跟八度。就是说这八度跟单音合并，就是说综合了起来用左手。到 B M 的时候，再由你来给吧，你会弹成最大程度，然后单，比如说这样子，单会这种形成，别等了太久，你和杨晨都。